开始聊大天，开始聊天，对，他有好多人还能听得懂，真的，嗯，咱们就是没抖包袱呢，其实抖两句，就问题就出现了，嗯，对，嗯，我们都是搂着呢，嗯嗯，像这个就听不懂了，我估计搂着呢，搂着，嗯，还能抖出来。今天上课做这个挺好玩的，哎，漂亮极了，嗯嗯，紫色，对，而且就这种特别，这种 pink， 这叫什么 hot pink 是吧？对，一个叫 fuchsia，嗯，就是那个 fuchsia 那个花儿那种，嗯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你看到那天，嗯，那个上面写着，哎呀，我现在就在学中文，我听懂了一个词儿，阿布嘎多。听懂了一个词，阿布嘎多。嗯，这个玩笑开的还是不错哈，有意思，有意境。就你说我们昨天的，就是昨天我们在这儿，我没看见，我还没有。我给你放上去。好，我还没有看。嗯，有意思。那我就发过去。那个 link。对 ，link 过去。Joshua Bell， 嗯，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小提琴家。哦，嗯，他呢在华盛顿演出的时候是几百张，$1000一张门票。嗯嗯。但是呢，他有一次在那个地铁站演奏。嗯嗯。在那演奏了整整不晓得多长时间，不晓得几个小时。嗯。他才收到了$11。特有名的艺术家，对，哦，但是他就是不修边幅的，哦，就在演奏，就在地铁站里面演奏，哦，没人认出来，哦，整个录像，整个这个录影就把它录下来了，哦，对他留步的是谁呢？嗯，是小孩子，哦，是那些可爱的小朋友，就赖着不肯走，还被妈妈拖走。嗯嗯，妈妈甚至也说，嗯，你就不好好读书吧，你就在干这个，你不好好读书，嗯，将来就干这个。$1000一张门票，一抢而空。嗯。哎，你现在不在 chat 上面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关了。哦，对，对，你给关了。嗯。好，现在发过去。发过去了。行。你看他的那个评语那一块。好。嗯。太有意思了。今天看那个谁。哎呦。这个，说好看。漂亮。就是那天咱们那个酸奶。太好了。还说要看看怎么做。哎呦。我就把那个。那个。给他看看那个过程。巴拉巴拉巴拉。把那个过程看了一下。你要几点钟回家呀？我着急吗？不着急，我再过个10分钟走。哦，我不行，我必须赖在这里，啊，车不来我不能走。明白。嗯。在洗碗的时候。哈哈。video 套 video。啊，对，就那个。你说话慢，好听，慢慢说，好懂，对，对，正经事，着急的事要慢慢说。嗯，你现在多用 iPad 照还是用手照？嗯，其实照的多还是照相机，还是照相机。我不知道那个效果好不好，是吧？一点也不好。嗯，它没有那个精密度，因为照相机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光学仪器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多少那种，妈，我这么讨厌，对对对对。这个方向呀，就让我感到今天早上看到兰花，虽然有点。
回家慢慢享受，慢慢享受，慢慢享受，自恋的不得了，自恋到放个屁都是新鲜空气。然后我刚才一边走一边跟溜溜说，从前有个，你听过吗？从前有座山啊，那不是从前有座山，哦，我知道，从前有股气，什么意大利的总统在看戏是不是？对，是这样的。然后闻到了这股气，对对对，那个谁，比如说吧，我跟小孩就说杨溜溜的屁震天地，大地的人民拿起武器。哦，是吗？是这个，哦，你们这么棒啊。那杨溜溜一赶传到了意大利，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，闻到了这个屁，心里很生气，召集了全国人民一起来放屁，放的香当校长，放的响当校长，放的臭当教授，放的不响又不臭，你的思想太落后。然后我小时候吧，小时候正在这个最热潮的时候，一不留神冒出一股，结果我大姨说，你将来不能当校长，只能当教授。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反修防修，还有什么反知识分子啊，当教授。说到这个呢，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去清明节一定要给烈士陵园扫墓，然后在烈士陵园呢，我们就要唱那首歌，从学校到烈士陵园走路去，然后跨过小山岗，走过青草地啊，对对对，烈士墓前来了领巾，然后呢，唱完了以后，整个学校都乌压压的挤在那个烈士陵园里，简直是挤得水泄不通的。然后呢，校长就每到这时候，他都得来说一个故事，那肯定啊，都是同样的故事，可是校长特别会讲故事啊，所以每年呢，那讲的故事我们都很爱听，啊，每年都是同样，每年都是同样的故事，跟我爸爸也是同样的故事，但是我跟你讲我爸爸的同样的故事，okay, 然后每年都好听，每年我们都听那个万恶的子弹打进了谁谁谁的脑袋里，于是他倒下了，他的身躯像一棵大树一样永远的倒下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讲完了故事以后就开始默哀，对，就放那个音乐，永垂不朽那个音乐，就这时候呢，就有人就制造了一阵这股化学的气体，歪风邪气，就是歪风邪气。然后呢，大家哇，简直恨透了，你知道？对，因为真的是严肃的事情，因为你的头是低着的，对，还不能抬，对，所以就一定得闻，简直痛苦死了，太痛苦了。然后每年这时候，估计那些本来不敢的，结果都露出来了啊，而且都是偷偷的，对，一点不说，对对对。我爸爸小时候老是一个故事，从前呀，有一个小二，王小二，在山上放羊的，然后呢，他就喊狼来啦，狼来啦，结果呢，没有狼，他就是一辈子就讲了不知道多少遍那个故事，可是还是好听，是吧？对，我们都说不许再讲了，还是讲，但不会讲别的故事。我姥姥满肚子故事，还有什么狐狸精的故事啊，什么这个，对，还有什么尖屁股鬼的故事，那特别好玩。他好多都是那个民间聊斋，民间的才好吃，民间聊斋才好听，民间聊斋，对对对，就是河北乡下把那些故事，真的，特别好玩，特好玩。小时候老听得上瘾，还有最小时候最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轮到那个，一个是手抄本小说。手抄本小说不能念，因为那个都是什么
安娜的日记那本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安妮少女日记，少女安娜的日记那种啊，然后还有手抄本，还有就是梅花岛秘密，哦，那个又一看到梅花岛那个特好玩，真的，国民党特好玩，哦，真的，没有，共产党地下，没有机会，对，没机会，你太小了，你太小了，差一辈，一辈人，一辈人呢，行，就这么弄。这个纸花今天上课时候叠得特别好，然后就叠不好了。哦，嗯，现在还好，不是，嗯，不那么。你越牵强，嗯，越不满意。越牵强越不满意。此话。你越要它完美，你就越要一种尽力，嗯，它越不听你，越不听话。对，它就是一点点不听话，嗯，你就觉得它很不听话。是，是不是？嗯，是因为你太牵强了。嗯，你无论它出什么样，你都喜欢它，那就 OK 了。它就好了，它那种它的那种美感就出来了，你就可以欣赏它的那种不完善的美感。对，是不是？什么事情都太美了，太完善了。就不好玩了，是，对不对？不能太牵强人家。明天好像有一个采访，哦，他们中学要采访涉外婚姻。哦，你是说梦梦他们班要做这么一个，哦，他们学到那个，哦，明白了。所以我要在这儿，想想看怎么说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嘛，哎，不是，他就是刚好学了那一课，他们让他做的有意思一点，就梦梦，就这三个人，这样他就课堂的活动。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这个星座的一个特点，嗯，这是讲到我心里的嘛，嗯，他说最怕什么人呢？最怕问长问短。哦哈，问长问短的人最怕嘘寒问暖的人，是，哦，最怕这样的，对，最怕谁就是你这个星座，你这个星座，我这个星座的人怕嘘寒问暖的人，就是说你这种人就是猪不吃狗不啃的那种，切不断切不烂，咬不烂，咬不烂，砸不破，切不断煮不烂，滚刀肉，滚刀肉，我还说铜豌豆呢。估计关汉卿也是个，嗯，也是这个星座。这个是关汉卿说的还是王熙凤说的？是王熙凤说是铜豌豆还是？铜豌豆是关汉卿说自己，啊，他说自己我就是一个，咬不烂，砸不破，砸不动，咬不动，砸不烂，哎，不得，反正就是，嗯，那切不断，煮不烂，那还是我们河北的地方方言，滚刀肉，滚刀肉，他那个滚刀肉就是有的那个肉啊，特别不好切。哦，我明白。嗯，它连筋带骨那个，你用滚刀来切都切不断。嗯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胖胖的肉肉，是这种东西，就是这种肉，就是这种肉，滚刀肉。其实那个肉呢，连筋带骨的是那种肉，其实就是淋巴系统太多。对，淋巴系统太多。谁让你吃那个？淋巴系统本来就是病毒啊，什么东西是聚集的地方。嗯，本来就不能吃的。对，嗯。哇 ，American Cup， 干啥？这个哦 ，Force Egypt。嗯。我得整理整理那些东西。整理那些 file。对，把它按年级分类，按班分类。就是想懒。你知道有个摇滚歌星叫郑钧，他说呀，艺术家呢，就是哦，有一些有艺术才华的人被关进了精神病，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就叫艺术家，成了艺术家，就是怎么说？你知道他说这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生在世俗，你生在
俗世当中的这些有艺术的人，你没有脱掉这个俗世当中的这种价值观呀，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你非被自己的才华扭曲到自己成个神经病不可。当你一旦成了被鉴定为精神病了，你就被关进了疯人院。但是在那个地方，你得到了升华，你得到了宁静，因为你把世间的一切全部都洗脱了。你再次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艺术家。艺术家不能是正常的人，一能够成就大事的人都不是正常的，都不是正常。所以你说，你要是拿我们平常的标准来平衡这些人，其实他们都是猪不吃狗不啃。正确。你比如说这些大公司的创始人，他们全都不是常人。他不能是平常的人。你要是这么家长里短的平常的人，管的事太多，太琐碎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些什么 Facebook 的创始人，没错，你要说他们，你说他们不努力吗？他们比任何人都努力，都努力。可是他就不要去做，他不要修读完这些课程，我不要。Bill Gates， 他不需要，他有重要的事，他有更重要的事情，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个上面去，全情投入。对，对，就是看你要什么。有的人要平平常常的一生，安安稳稳的一生；有的人他就要这样大波动。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上中学就没有毕业，然后呢又变成了大腕，学校办的那个学校的校庆活动，基本上他出的钱，几十万上百万的那个钱，就折进监狱去了。他这个人，他这一辈子，他不能享受，他不能容忍，不能忍受平常的日子。没关系，肯定他会东山再起，一定会东山再起。他这个人就是这种。他追求的就是一种波动。你说对了，人就是追求波动。有的人就是他就是追求的就是波动。对，他就是追求这种起伏，在这种起伏中有这种就过瘾的感觉。这人生这一辈子过得上瘾，过把瘾就死。就是有的人喜欢平平淡淡的，平平常常、舒舒服服的，老在家里坐在沙发上啊什么。都是一个追求，没有对错，真是不应该把它平衡成对错，不应该把它就限定为他就不能过这种日子。对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但是你不能允许，不能来说我，对，我就是这种，我不去管你的平淡，对，但是你也不要来攻击我的流浪，对，攻击我的动荡。对，是不是动荡真的是一种乐趣？对，那个陕西有句话，当了三年流浪汉，给咱皇帝咱不干。当了三年流浪汉，给咱皇帝咱不干。是，多快乐呀！那种无拘无束，有时候我们也不懂。不理解，不理解无家可归的人。老公跟有一次跟一个无家可归的，就是那种 homeless 聊天，真的特别精神。那个人真懂好多好多。你知道，有的人是到了一种程度，他不能容忍平常的生活。对，他精神已经分裂了。对，各种都有，有的是生活所迫，还有的是就是想到进那个。我要把那个 link 发给你看，就在 Stanford 荣誉毕业，一个女的叫做 Elizabeth 什么什么什么，Lizzie 什么东西，然后她呢就是到最后就是最后死在哪？她走路从 Monterey 走路又走，我是不是看见过？是不是特别有名的一个？他那个拍后来他的这个生平被拍成了纪录片，叫做对，我好像听说过，叫做 The Dust of the 什么，这个城 The Dust of the World。就是他说，好像就是他不能够，他就纠结在那句话。他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 division， 太多的 diversity。他不能够理解每一个为什么这个 diversity
就是每一个这样子，对，他就融不了，对，融不了，最后他是这样子。还有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那个叫什么？张纯如。张纯如，他也是真的幻觉、幻听、幻觉到最后。而且有些事情，你想想，年轻美丽的姑娘刚有个孩，她有孩子吧？对对对，刚有个孩子，儿子，她的生活完全非常美满，但是她做的事情，太多痛苦。南京大屠杀去采访，回忆到这个东西。他触碰的主题已经超出了他的生命经历所能够承受的这种痛，所以呢，所以你说，当小孩子白纸一张的时候，当一个3岁的小孩，你为什么不能让他看暴力片？没错，所以这就是一个缘故。没错，他的经历，而且我一直都平平淡淡，平淡躺淡，对，很平静的一个，对，而且是很就是很，而且那种事情，那种事情你心里要一定要很，对，我可能做不了，我是绝对做不了的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追求快乐的，我不要追求，不光是追求什么，你那个心就碎了，你太难受了，太痛苦了，因为有些事情我超过我的力量，干脆就去不管。对，世界上有这么多动物虐杀呀什么之类的，你干脆不去看那个照片。另外一个呢，我看到害怕照片我就闭眼睛了。我们家看电影的时候，闭眼睛，他们看眼睛，我就闭眼睛。我现在能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哦，这样子，对，说明你还是幸福。对，我不去看了，要不然我现在好像能够看，我心里特难受。有一句话，就现在的有些暴力片，你看上去都难受。我不看，我不看。我现在颇能够把人家的事还给人家。受那个刺激。我想呢，如果有经历过死亡的人，真的是从这个死亡经历过来的人，他们应该有很大的这种承受力。但是看这么多恶，看这么多，哎呀，心里真的是。人世间，人世间，你看我做了一把花，我放在那里，太美了，然后给它切碎了，这个是包在一起的，然后切碎了。其实这个花很好做，你要想做，你拿一些纸去做，和你们班去做。我不想，不想做了，对，不想做，做够了，做够了。我现在在思考下一步的这个，我不是说下 next step， 我是说下一个平台应该要怎样？怎么讲？好像很有野心，其实狗屁。你听听我讲，这个不怕说出去吗？不怕说出去，可是现在到点了，我得走了。哎呀呀！你看，就得留这么一点重要的东西。没错没错，每一到关键时刻，关键时刻就要 be continued。对对对，就跟杨溜溜似的跟我讲故事。就在这时候门开了，从门口咱们下回再说。气死我了，我给二年级的说被他们追的骂，那个谁呀，什么那个什么花花，还有那些每一次气的，你每次都是这样。就开始生气了，不能够按照，不按常理出牌，不按常理出牌。行啊，好，走吧。然后明天接着缠，明天接着缠，明天接着继续缠，对，缠心，缠心，云水缠心，对，云水缠心，好，你再静静等待吧。对，我还要在这儿等，吃斋念佛。
Thank you.
Mm-hmm.
是